大鹏超大号胜者归来 2.0 版本今天又新鲜出炉了。巨大的猴王造型坐落在大滑梯正中央，师徒四人错落有致地排列在滑梯上，这足以吸引许多小孩子们的热切关注。除了特色的棚顶、场中的充气沙发、充气海马、充气贝壳等造型，也精心地设计成了各种玩具设施，美观又有趣。这样的一个巨大的胜者归来充气城堡摆放在人来人往的广场中，相信可以让许多经营城堡的同行望而却步。